整个效率二的金搞，意思意思用一下。意思意思。不对了，不对了，打他打他！原谅我，这里有人。为什么我觉得强力五的都没有射很痛啊？还是你要强力四加火焰？哪有？我这里有强力四加火焰的。那可以我觉得我拉满射、啊、没有想象中的痛、欸。皮格是有那个、啊、投射一啊，投射一啊。哦，他没有投射符。走喽，我走喽、啊。有投保的话，有投保，投保，投保物啊。这也太简，不要打我了，简称了。老板，老板，我来拿来领货了。你有人跑到我们家、啊？现在没有，有个隐形人，隐形发光的，隐形发光的来了，前面来了，前面还有没有一单货还没交呢？还有单呢，现在堵塞，现在没办法。走喽，这要不要追啊？老板很忙，射中他一下，他跑太快了啦！我不要深度敌阵，回来吧。啊，你要不要这个给你？啊，哦，抽奖抽到的。全部都蹲家，这是怎么玩啊？超难挖的，我看家里就四五个了。巨人，巨人，中间有没有人？我在打，我在打。欺负面相，我在打，我在打，我在打。我一起去。来热，来热。等一下，他们有攻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谁说你可以过来的？谁说你可以过来的？你们继续打，你们继续打。家里下面是不是有人？啊，他死了，没有了。负面效果、哦，反星在挖，反星在挖。他们中什么效果啊？有人中啥？就开环数之类的。哎，谁踩上面？我请你好好。我下去打，我下去打。啊！阿纪，我来，我来了。请你好好守护他。好人呐、啊！有一下。两下，我操！你怎么跨单了？啊，因为我想说你已经有效率二了。哦，没事没事没事，再给我一把。对，我再给你，我再给你，我再给你。杰瑞，你要回去吗？你要回去吗？跳不出去。对，这里，这里，我这里。切尔走不掉啊！晚上了。啊，哎，是杰瑞还是谁说那个？我要攻。要攻？你在哪里啊？我在门口。你来商场这边。杰瑞真攻。真攻，真攻！哎、欸，等一下，我帮你命个名好，帮你命个名好了。哎呦，射我！史诗暴风攻！哇，怎么一个史诗？厉害！哇，史诗！他们家里四五个人呢、欸，他们全部守在家，太多了吧？根本进不去啊！下来，下来，下来！有空了，有空了！哎呀，这才对啊！他们全都面对里面，我怎么我背对我就那个了？那方面。你跟着背对进去啊，合理。哎呀，干嘛背对进去合理啊？他进进去了，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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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今晚声东击西，好不好？好。那个，有没有绿宝石？在想那个，准备送到角角。哦，那个一拳你要用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运东西回来。好，然后你好像是哇，加十的哇，哦，二十个，冲了吧？还有家里随便放点花。哇，来来个钱，想回家，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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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点我钱喷出来了？开心，打完收工走人。啊！谁要绿宝石？谁要绿宝石？来来来，绿宝石，绿宝石，绿宝石！好，那个回家，对，巧克力，怎么了？回头，你想男士抽奖吗？哦，对，老兄，等一下，我踩到，我在你后面，他们的发光效果给你，他们发光效果给你哦。好，哎，团，你要不要做一把钻剑之类的？箱子有两颗钻石。好，我等下做。他们天眼效果没了，注意哦。啊，地下对吼，我已经三十等了。好啊，好，皮可靠飞呀，好快啊！附魔才在哪里？欢迎公司了。哎，杰克嘞？我的狗狗没了，我没血了。杰克啊，快挖喽！哎，他掉下去，掉下去！快！哎，怎么死不了？枪，怎么厉害？哈基，枪，等着，输哟！枪，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什么？走了，买枪，买枪。装备，白天就走人。暴风啊！白天就来三人。按摩，对面好多绿色的人哦。
我本来就发光的。什么、啊？是你。不要啦。是我他们只剩十九滴咯，对啊，嗯，所剩不多了。彤彤可以出货了吗？好、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已经好了。你在哪？啊，因为可以挖开了。挖绿宝石，挖开这里。哎呦，吓死人了！他们好像东西挖开，你要挖开什么？挖开这边有墨鱼了，这边有墨鱼，黑死人了。嘿嘿嘿！哇，嗯，墨鱼护身符。哇！一抽就大奖！哇！哦、怎么讲？哎、欸，宝石真的中了！哇！哇！乌鸦嘴啊！哇！中大奖！哇！哎、欸，我那个乌鸦嘴啊！都在腿上。看我空手夺白刃！有人要穿那个？我把它打下去！我把它打下去！好，小雨穿中了。我知道啊！啊，他死了！他死了！嗯。欸、我也要死了，我是喝个甜菜汤。我也不拉钩，这不拖个妆吗？好了，不然我装备给你吧。你在哪里啊？你刚刚明明就穿皮革装，你才少来。你掉虚空哎、欸！对，我看到了。怎么了？穿裤裤吗？快去，快去，快拖拖脚。嘿，哈基。你怎么穿着教室啊？快去挖！赶快去挖！快点，快点，快点！三哥在追打我，快去！快！快！喂，等一下，有没有要冲去对面的？我抽到这个神器呀！完了，我来挖了，我来挖了！等一下，我放箱子，放箱子。厉害！我觉得应该是要投箱，投箱。哎，你很胖哎！不胖，什么东西给我啊？投箱那个金的什么东西的，你自己拿。反正你要把墙壁全部挖掉了，好啦，对吧？有个盾牌，好好好，那我要帮忙。这个，哎呀，是的，是的。那个惨事的二十五发攻击伤害也不拿哦，不拿。我在对面在闹，有可以挖到啊。嗯，对，什么惨事者？暗示者了，惨事者。暗示强化攻击。第二个念错的人，惨事者。我要去败家了，試試我抽奖好爽哦、喔！完了！有人抽上瘾了是不是？对，拜拜！抽奖好便宜哦、喔啊。这个是对面的附魔台，要放哪里？随便放吧，就随便放吧。哦，发光了！啊，你发光了、哦！得得得得，因为我挖了一下，然后就被堵起来了。你回来。嘟嘟嘟嘟，黄金晃红啊！他死了。哎、欸，我要多一个巧克力。巧克力哪里、欸？你要不要穿这个青龙？有人在射我、啊，我也有青龙舞步哎，我都放头箱哦。好香，我丢你身上。哦，我们家怎么长这样？我们家怎么长这样？特价商人，哎，特价商人，看一下，来了。特价商人在中间吗？六四换六四的东西，哦，铁换金之类的。哇，铁换金赝品换太多了吧？这很蛮不错哎！我靠，这也太帅了吧！是谁啊？哦，好多东西哦！走走，走走来这边，大家也被我射死，快走！把家里东西拿去跟他换。杰瑞凶巴巴的。他是什么？他是奸商吗？不是，不是奸商，他是超好的奸商。超好的奸商，那64个铁换64个黄金呢、啊？家里的铁可以拿来，很棒哎、欸！家里的铁，我记得三个黄金就可以抽奖了。哦、oh, ，抽起来、啊！真的、啊，那我要抽一下。你要拿铁，要拿铁，把家里铁都买过去啊！好痛，好痛！我抽好多。等一下，没有人可能开得到箱子哎、欸。嗯，开不到箱子啊。不需要，有掉下去了。好，不然就一条五八。我还有方块。好了，增加攻击伤害。你在干嘛？我的爆破量太会怎么哦，这是半砖哦，半砖啊，那边有路，那边有路走，那边有路走，你不要破坏我的家，我的家，加十传奇啊，哈基，你是不是不小心做了很多按钮、啊？没有没有，我是故意的，让他们就不能叠墙壁这样子。哦，是啊，我那时候半砖也是这个啦。我想说，我想说，你用那么多按钮干嘛？要跑酷啊，来不及了，直接死掉翘了。哦，他死哦！哎、欸，对啊，那我把铁棒也超大，我输了，要结束喽！我要去看他们家、啊啊啊。哇！
哇，你这增加攻击好像真的有，连攻的都有增加。嗯，偷偷挖到有什么？他们家怎么了？刚刚说看他们家。他们家怎么来看一下？他们家下面也是都是那个。哦，他们很常自己跌下去啊。他们家怎么？我下去啊。他们家下面你是怎么挖的？我是从后面。哎呦，这墙壁好高，这还好，你要不要看我们家？然后双方家比对一下咯、嗯、来来，看完他们家，看我们家。为什么我不要看？恶心！我刚说错了，我刚刚先看我们家，我想说我们家超强啊，他们家这个没有用啊。有，他们超多人的。哇，上面站人，下面也站人，塞满欸。他们建筑防御力薄弱，都是人的防御力。是啊，我们家这个是，两只按钮是就够了。这有个夸张的那个，下面整个被掏空了，而且补满半砖哦，他们叠不上。最下面是半砖是不是？对，他们叠不上。墙壁按钮还没放完，繁星暗暗，太恶心了，掉下爬不上来。哇，超过分，我家超强，巨准了，很强，下去就不好意思重走吧。太夸张了，来看看啊，挖核心，哈加，是，杰克你还是输了，对，我们整队杀了76个，哦，狂死，狂死我，看见啊，喷喷，哎，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的了，都是他们，然后是小雨，这一队最帅是小雨哦。可是我从头到尾身上都没啥东西啊，都只有一只空格子变那个而已。但还是水。我们来看一下谁单次死亡喷最多东西啊？还有单次记录啊？哦，哦也是他，哎，小雨你差点呢、欸，死也不亡，蛮厉害的。我说出门只带一把金镐啊，还放在右手，放在左手上都不会掉。平均数应该是12，所以这个超过的都很夸张，很厉害，超毒，最高连续杀人，杀人哦，死就可以，三，那个可以直接点那个书的那个每一条的那个前面那个黑色的字都可以，嗯，想看哪一个都可以点。哦，走路，走路也可以看哦。等一下，我们还在飞，我还在飞。96，哎，这有点夸张哦。见了，多次啊，哦呦，黄金到哪去了？可以不拉的。我自己花自己抽啊。自己花自己抽。那请问你抽到大奖的次数呢？没有大奖，好像没有，没计算到，下次有。中奖，都没计算到，哎，下次没计算到。然后想要抽那么奇怪的东西，自产自销啊！自己可以可以。我没挖石头的数量，总石呀，石头都有了，石头啊有。你怎么会吃啊？你怎么这么会吃啊？我很会吃啊，一头牛啊，很会吃。各种奇怪的东西。那个休息啦。嗯，谢喽。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挖石头计算，我记得好像有。隐形秒速。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挖石头，记得有。木头，怎么会有煤矿啊？怎么没有煤矿啊？我好像没侦测到，好吧，没关系，没办法，煤矿移掉，那好，因为没有煤矿。煤矿是预计未来可能会新增的东西。哦，终于可以插火把了吗？这个煤矿主要是拿来二转用的。哦不，拿二转道具插火把。嗯，好啦，今天感谢收看啦。嗯，我原本以为可以挖得更大啦，啊，只是中途跑去练等级附魔那个效率铁镐，所以没有我想象的大。然后不然我觉得我的画面是应该这个要再更深一点，然后这个再宽一点点，然后核心就裸露在上面而已。
他们要么就只能叠过去，然后在旁边射就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铃铛也记得开就不会错过，我操的东西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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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打僵尸咯。